两次遇见你，两次你都在生死之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爸，啊，登徒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要搞清楚，是我救了你，是你救了我。干嘛？小女李未央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我叫拓跋浚。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花了，好美啊！好多蝴蝶啊！什么李维扬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？那个李维扬他确实有些邪门，李维扬的确是有点诡异，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乡下长大的丫头。难道李维扬他真的是冒充的？小姐好消息，高阳王殿下回来了。你说真的？檀香怎敢骗小姐？太子妃娘娘特在宫中设宴。这就是大魏皇宫，这就是那个狗皇帝住的地方。母妃，孩儿不孝，今后一定会好好孝顺母妃。如今俊儿平安归来，本宫也算是放心了。只要他继承太子遗志，登上皇位，本宫将来在九泉之下，也算是对太子有一个交代了。拓跋浚，未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李未央就想凭此勾引殿下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不要给李家惹什么麻烦。你说的身败名裂是小，连累李府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一场水灾让我大魏十万人受灾，死伤无数，哀鸿遍野，众爱卿有何救灾之策？小姐，您这写的是什么呀？似乎跟灾情有关。救灾之策，这真是李未央所写，千真万确。陛下，这救灾之策之所以能够引起大乱，归根结底最大的责任却在陛下的身上。不言不逊，冒犯圣上，该当何罪？该杀！这些贪官污吏借朕之名盘剥百姓，不杀不足以昭天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李未央献策救灾有功，为朕分忧，为民解困，特赐封李未央为安平县主，以示嘉奖。钦此，谢陛下。你为何总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身份之间注定隔着超过千里的距离。如果殿下真的是为未央好，就请不要再说了。